你之前研究生毕业，本来是能出国的，因为我放弃了。你还是知道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那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我告诉你，除了给你压力，没有任何的好处。 其实我今天来，有件事想和你说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为了陪你看日出，错过了一次特别重要的面试，你当时特别内疚，就特意写了这个。我承诺，非因不可抗力因素，不能单方面解除。虽然当时我们是闹着玩写的，但是咱们都特别开心。 以为有了这个就有了幸福的保障，现在看来挺幼稚的。我知道我很自私。 只顾着自己前进，忽略了很多，所以现在这样我也得到了教训。可惜晚了，悠悠，我像从前一样爱你，但我不忍心再逼你了。我接受分手。这是你最爱吃的桂花糕，最后一次给你买了。你还记得？关于你的，我都记得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